我宝宝出生，他妈妈在北京，我们就在北京就待了2年。在河南。河南。啊，我是江西的。我家乡在那个台州。感觉有很多方面，感觉在北京嘛，我们回老家也太远了。老家是做幼师，然后做了1年半，然后才来这里吧。老家那个幼师工资也比较低，然后杭州这边嘛还可以，像就是工资跟自己的消费水平还可以。我们住在杭州，真的感觉方方面面，空气也好，那个卫生干净，反正感觉那个取水上方面感觉是一个最好那个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哈。像我是经常家里反正做家务烧饭了，我感觉那个水了，那水壶经常烧水的那个，在北京多少的水壶时间长了，下面有点沉淀的啊，有点脏污。发展程度不同吧，主要是，不过这里也比较小，还是我们家乡比较大。